方圣人说不用等火红供。2026年弥勒佛优先铲除台湾所有欧派。这一年关圣帝君会到达挥刀斩除。然后2029年底关帝会先到达北京。准备斩首火红供欧派。弥勒佛2030年随后到达北京收尾。关圣帝君圣训，复兴汉室，恢复华夏，巍巍华夏，浩浩神州。关圣帝君，共扶汉室，凌霄汉。2024-07-09甲辰龙年6月初4日卯时圣训，东方圣人说，凌霄汉的意思是这一次要让华人也都能升天当神明。关圣帝君升天当神明后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他一样变成神明。所以，弥勒佛公元2020年将凡人间救度众生到达彼岸时，关圣帝君2026年也开始协助弥勒佛来帮助大家跳脱轮回，叫做共扶，共扶汉室。恢复华夏，正解是华人祖国在才叫做华，汉室在大陆叫做夏。华夏表示中华中国的意思，华字表示东方，华人的东方是蓬莱台湾，夏字代表南方，南方神尊炎帝时代称作夏，复兴汉室的基地在台湾，所以大陆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2030年弥勒佛统一所有华人后，改国号为华中国，华字代表东方青龙是台湾，中字代表中方黄旗，麒麟代表圣人坐镇，麒麟主色黄色、金黄色、橘色、褐色，麒麟的配色是红色、粉红色，这是贵人色。中方麒麟代表大德，大德是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在中方位置，中方代表转动法轮的人。现在佛时期，在中方转动法轮的是释迦牟尼佛，未来佛时期转动法轮的是四中弥勒佛。因此，东方圣人四中弥勒佛从台湾到大陆转动法轮叫做华中。公元2030年弥勒佛统一中国，恢复中华，复兴汉室后不再称作华夏，改称华中，华中国。2024-07-09甲辰龙年6月初4日申时圣训。所以2000年了，关圣帝君还在打，因为一直被旧官员破坏。
说，社会生态地球运作一直被不动的人给破坏，不动的人就是就欧元。东方圣人说，就欧元行使的是人道为主，已经无效，皆是恶法。寺中弥勒佛进行的是天道为善，人生共愤，人民大好。东方圣人说，天经透露未来佛时期地球人类生活生态运作方式，我所预言的未来。圣巡，关圣帝君已经快要到达台湾。2026年开始，将会有一大票的旧欧元被逮捕缉拿。阿宁舍仪，15月年6日辰时圣巡，勾一 BLM33。